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智能立体车库。建设背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原名德州市人民医院，是德州市最为权威的三级甲等医院，医疗半径可辐射至河北省，院区规划较早，停车位及交通流线十分紧张，市政府全权委托德州交投集团向社会公开招标，德州交投集团通过一系列筛选，从专业和服务角度出发，选择与Dayang泊车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共同解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就医停车难的问题。项目规划：根据现场尺寸要求，并与院方协商，项目充分利用院内原停车场位置，规划出 A、B、C 三个地块，在原有100个停车位的空间内，最终方案实现了停放933个车位，大大缓解了医院停车难题。A 地块为7层轿厢垂直升降300车位，可全部停放 SUV 车辆。设备性能：A 区300车位设置5个控制单元、10个出入口、12米宽行车道，且单向通行。先进的加轮搬运方式，平稳的搬运平台，提升、平移、旋转于一体的高效动作，使整个过程操作简单，运行高效。最大存取车时间仅需90秒，高效的存取效率，每天满足800余次车辆存取，依然能保证舒畅不拥堵。车库出入口紧邻医院急诊楼出入口，最大程度满足急诊患者的速度效率要求。存车时，车主仅需将车辆开至出入口式的存车平台上，经过扫码、刷卡或刷脸后，智能搬运小车自动将车辆回转并搬运至指定位置。取车时可选择触摸屏输入车牌号或手机 APP 操作，智能搬运小车会自动将车辆搬运至出入室，车主直接将车辆开出。轿厢垂直升降车库为全自动封闭式智能停车库，配备手机 APP 预约存取、车牌识别、控车位指示、车辆到位显示、自动对钟及停车位计时收费等多项功能，一层附带便民超市、等候室、操作监控室等。设备附带避雷接地与排水系统，每车位附带前后双喷头消防系统，管道附有电半热系统，冬日气温低也不会影响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项目为德州交投集团首个智能立体停车场，高效、便捷、安全的停车体验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认可立体停车，而越来越多的智慧停车场在构建城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中，为城市管理、社会治理、政府决策等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用技术创造城市停车新空间，用责任铸就Dayang产品高品质。Dayang泊车愿与您一起携手共创美好未来。